想乘风而上吗？血晶的魔法师竟是指挥纸上空谈的。你也想乘风而上吗？血晶的魔法师竟是指挥纸上空谈的。结束了，风暴总会过去。原来这里还剩下有趣的家伙。好久没有打得这么酣畅淋漓了，真是棋逢对手，还有些想念家乡呢。